次係特登改編只歌做呢個聖誕活動。係啊，因為今次嘅聖誕活動裏邊咧，亦都可以幫呢、這、一個顏民基金籌款啦。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大會，亦都希望我哋可以唱一首歌，亦都同啲小朋友 crossover。咁我哋諗到就係用我21年前。我其中一首我好中意嘅聖誕歌叫做《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咁我就改編咗，就變成今次我哋呢個叫做《我們的快樂聖誕》，咁我覺得好有意義咯。咁同埋裏邊都同啲小朋友 crossover， 咁亦都小美亦都將之前嘅歌詞就係再填上一啲好有意義嘅歌詞去配合翻今次嘅活動。咁我聽完之後，其實我擺咗好多心機啊，因為我都希望可以出一分力之餘，亦都可以做一隻好好聽嘅歌，喺呢個聖誕節裏邊有一個好開心嘅氣氛送俾大家。咁啊，我亦都多謝 David 啦，因為佢都因為知道我好奄尖嘅，我成日改動啊、改動啊、改動啊咁樣，但係佢都好用心去做一樣嘢。佢知道因為要籌款啦，咁大家都好用心去做呢件事。咁啊，希望呢首歌亦都能夠大家有機會可以廣泛咁去聽到咯。呢只歌未啊，因為我哋做嘅時候係好低調，同埋我哋做嘅時間係好神秘，因為我哋做完又好多時候係半夜三更，你知啦，即係呢一個製作人好多時候要匿埋喺個 studio 裏邊做，咁女女瞓咗覺啦，咁啊，我相信佢哋都會有機會聽到呢只歌，一定會有機會。咁首歌聽到小朋友唱嗰聲，可能諗住自己同小朋友一齊合作唱。我諗我小朋友聽到佢哋都會自己唱。仲係 like cam 添，大寶二寶喺我兩邊耳仔唱，因為佢哋好醒嘅，你一聽就即刻唱噶啦佢哋。考慮同佢哋一齊出合唱歌，歌啊之類。未諗過。做演唱會嘉賓咧，如果唔好住。唔好住。好啦，好，唔該曬。